哥爸爸真伟大，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我们要来飞碟大首播咯。 This is UFO Radio number one, UFO number one飞碟大首播。Oh my god, 这是新的，我第一次听到。今天的飞碟大首播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明天》双人舞。他发行了一张，哇，这张不好念呢，叫做《时光随想三日思》，三天思考，时光随想三日思，有今天、昨天、明天三种的时空心境。你肯定不美，惊讶，与其纠结他的笑脸给恩爱，哪里有鬼动态调阅 make you crazy， 早就明听最爱最应的你，动作快别装蒜，现在是现在，明明知道规矩，心里不断练习，像电影那般被上演，现在你最后的机会，一只无良大人三分钟完美，现在是现在，等错别僵硬闭上眼，现在马上丢掉被动，一只无良的人三分钟完美，等一遍等两遍，等待滋养后悔，第一排第二排是否也怕后悔，等改天变昨天，像肥皂剧的技术 No more chance，与其纠结他的笑脸最恩爱，哪里有鬼动态调阅 make you crazy， 早就明听最爱最硬的你，动作快再说爱，现在是现在，明明知道规矩，心里不断练习，像电影那般被上演，现在你最后的机会，一直无良的圈里面可以听到在讲这个时间的元素，现在、昨天、明天。这一次呢，也是他的时间三部曲的三首歌的 EP 架构。那为什么这一次他想用数位 EP 形式发表他的音乐作品呢？因为他觉得有时候啊，做专辑的时候会想要选一些不一样的情歌，可是你可能选那些情歌放在专辑里面，就会影响到整体的概念，觉得有点突兀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说，哎，那这一次我们就做 EP 好了，做 EP 三首歌，然后随心而走，就是尽量的玩音乐，想干嘛就干嘛，没有框架。Let it blow, have a good, good, good time。아시다고소화되다 my take to do best。 Plan schedule book what you read right after past。 Talk you out, so it's all your game of rude and fast。 Are you ready, ready, ready. We gon' check out a little Why you still there? 考えるだけじゃもったいないよ。 You don't have to worry 力抜いて今を楽しもう。 Let go, let go 嫌なこと忘れて Let go, let go Let's play the future, yeah baby。 今しかない輝き手にしてLet it blow, have a good, good, good time、hey!
SNS で無意味な感情 We should stop it Turn up Let's get the vibe and groove like rockstar Smile 仮面から逃げ出そう Yeah Let's get it, get it、mm-hmm. 遅くないから Get it Why you still there 考えるだけじゃもったいないよWe can drive in a cruise Fly up in the air どこまでも Put him up in the mood Feel this freedom 感じるまま go Got the fresh kicks and the fresh mind You are ready to be yourself Yeah, このまま Yeah, ay, 飛び出そう What? 余計な遠回りもいつか繋がって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Noya 的 Noa 的 Let Go。今天的哥哥妹妹游戏 Let Go， 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我一开始就要先帮帮忙。怎样？为什么您这么漂亮啊？工作啊？您早上这么早起啊？因为我的伙伴有点肠胃炎不舒服，我想说不行，我要撑起扬起我们这个频道的责任，我一定要出门工作，我一定再早都要出门工作。他可能要休养，给我钱，他的肠子好烂哦，给我钱。Let go， 第一个小时。刚刚说到了，我们要来立马帮帮忙。你需要帮帮忙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来留言，让我们帮帮你的忙喽。我又有忙要帮了。怎么了？您星期六去看的那部电影叫什么？脱稿玩家。啊，脱稿玩家好看吗？哎呀，好看，好看。真的啊？昔のことだと笑い流したこんな風に思い出の日々は夏の日差しに奪われてしまうさ言えない秘め事もいつか全部是 Evening Cinema， 这首歌曲叫做 After All。 那您的肠胃还好吗？就是不要吃所有的东西应该就没问题吧。那您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呢？就稀饭啊，毕竟我昨天一口气买了七碗饭，五碗粥，不是
哎，对，五碗白粥，五碗白粥，两碗地瓜稀饭，还有两碗白饭。哼，哦，一共是九碗饭，神经病才这样点。那个店家一看到这个单，已经觉得说，哎，他家真的他真的很喜欢米饭哦。应该是说没见过这么好赚的一单啊，我就哇哇饭。那请问九碗饭这样多少钱？严格来说不到九碗，因为稀饭蛮稀的。它的价格是一样的啊，20块啊，所以九的话是180嘛。但最盘的是我点肉松，肉松呢？你点了一碗肉松？没有，我点了肉松呢。它的分量是小份的60块，大份的80块。那我为了要凑那个外送的优惠运费、优惠的折扣，对，所以呢，我就点了两份肉松，大份的。两份肉松大份是160块。我为什么不下去我家便利商店直接买一罐呢？我也不懂我自己。有钱人思维啊。这才不是，这就是一个贫穷人的思维啊。而且你家附近就有美珍香这么好吃的肉松。美珍香有肉松吧？有吗？那不是肉干吗？美珍香没有肉松吗？而且美珍香离我家，我觉得那好远哦。啊？嗯，你需要帮帮忙吗？02-2363-9955，2363-9955。初めまして、大好きな音楽へずっと考えてたこと、どうか聞いてほしくって。来るんだねえ笑ってたいよどんな時もっても辛いくらい痛い日もあるけどねあなたに触れるだけで気づけばこの世界が色鮮やかになる花が咲くように笑って泣いてどんな時だって選んでいいんだいつでも自由に今日はどんなあなたに出会えるかなこの世界が終わるその日までなり続けていてもうちぎゅっと詰め込んだ思いちゃんと伝えられたかなああ、うん、ちょっとだけ不安だけどきっと届いてくれたよね全部私の素直な言葉だからもしもあなたに出会えてなかったらなんて思うだけで怖いほど大好きなんだI'm done.
ありがとう。Hi baby， 这首歌曲呢来自 Official Hige d 资门，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你现在飞听飞听，哼，监狱王啊，飞听怎么解？飞听哦，你现在飞听，你现在。转到的是飞碟电台，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哇塞，这个写得太过分了。你现在飞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没有，你现在是飞，就是你现在飞听。你现在飞听，我们现在单元是立邦，欢迎打零六。斗六啊，台南哦。欢迎打电话来，立马帮帮忙一下，02-2363-9955，2363-9955。今天你的小孩有开学了吗？去上课了吗？有恢复健强了吗？不是9月1号吗？但是因为我的那个朋友的小孩，他上小学，他们要上课了耶，所以我还把他那个课表抢过来看。然后我说。欸，你第一天你上学的第一堂课，你要上国语耶。他说：“我不喜欢国语。”那你喜欢什么？我喜欢数学。我说：“你这么厉害啊！比如3+2得多少？那么简单，5。”还被笑。而且他们有一堂课叫做国际文化，不晓得国际文化要上什么。对啊，我现在很好奇所有的国小生、国中生、高中生的课表长什么样子。还有一个是校园导览，就比如说，你念延平好了，那一堂课就叫做延平导览。那应该只是一开始吧。可是它是挂在，就是你整学期的课表不就是印下来就是固定的吗？它就是打在那个上面。校园导览就是每周都要一次，他就是一堂课啊。我想说这个要，你确定？他就盖在他的课表上，他们课表是固定的啊。就是他给我看，他说你看我们的课表，还是那只是今天的课表？一周呢？一周呢？第一周的课表，每一周现在可以滚动式更新，现在可以细分到这样，每一周有新的课表。那老师要排班表不容易耶，辛苦哦。我就跟他说，我就在那边看他几年级班几号，然后说，哎，你的老师叫欧马克，哎，就假设他名叫欧马克，我说你的老师叫欧马克，哎，真奇怪，应对应急啊，爱才杠嘛。I'm not afraid to
僕らの曲これでもなし夢のプレイ。欸，这个帮帮忙我们真的是帮不上哦 ，sorry。就是请问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一样啊，就教我说我怎么分辨我是肠子痛还是肚子痛？然后你也有去看了药剂师，那药师觉得你是肠子胀气，有人可以帮我分辨吗？啊，没有人，真的只有医生面对面可以帮你分辨。我们真的不能欸。为什么想要不去？是不是因为就太害怕去医院啊？就是你为什么想要恐慌吗？为什么想要问一些非医学相关专业人士关于你身体专业的意见呢？就很多人这样，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就是我牙齿现在怎样怎样啊？你们觉得那个牙齿它我是要根管治疗还是要？是不是脑子有洞啊？或是他把身体简单化，他觉得横膈膜一下痛就是什么，横膈膜一下痛就是什么，他就觉得有没有这种很快的二分法呢？人体是很复杂的啦，或是很多人喜欢就是 Google 查搜寻说这个是，然后就懂了，我知道。嗯，当医生智障哦，你当医生这么好当哦？凶啊？不是啊，就是那这么简单，干嘛大家要去念医学院？你好，喂，你好，马上玛丽，我是马吉妹。马吉妹，我想问说你们有养过猫咪的经验吗？欸，这个吗？没有，这个嘛。没有呢，因为我前几天，因为我们会在庙宇帮忙服务嘛，结果前几天在他们地下室发现一只母猫生了五只小猫咪，所以现在你要照顾五只小猫吗？没有，就是其实会发现是因为那个猫咪一直母猫一直叫，然后我想说我去看它怎么了，然后发现它就是真的小猫卡在一个柜子里面的缝缝，我才发现，那我就用一个纸箱装着把它装进去。但后来就是听人家说，好像不能随便乱动猫小猫咪，因为可能会失去它的气味，人家可能妈妈就不要了。对对对，后来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再上去，因为我在帮它捡的时候，它就跑走了。那我之后把它放回原来它生产的位置的时候，那母猫又跑回，就是我。离开了一阵子，然后回去又发现母猫，原本五只剩四只，好像把它转移到其他地方，就是转移到二楼。后来发现在二楼，啊，我想说要怎么，就是因为好像听说母猫如果生了很多只小猫咪，会没办法，就是给那个足量的母奶。我想说要怎么可以帮母猫，就是增加它的。乳汁如何让母猫的乳汁充沛？因为它好像看起来每一只都很瘦，就是真的还没有睁开眼睛也不会爬的那种猫咪，连开眼都还没开眼的猫咪。对啊，就真的是啊，好小软软的，超想养，但是我们家要做吃的，没办法。好，就想寻求广大网友的帮助，问问看。对对对，好的。好，谢谢马克玛丽，拜拜，拜拜。歌曲呢是来自 Ray 的 Blooming， 看到课表了，来自于听众提供他家国二生的课表。国二啊？是是是是。国二生课表呢，一节课是45分钟，然后休息15分钟吗？没有，10分钟。怎样？那这样没有到一个整点呢？对啊，怎么了？哦，你只 care 有没有到整点啊？
没有到整点又怎么了？没关系吧？哦，好吧。早上四节课，下午四节课哦。哼。所以呢，早上8:15是第一堂。嗯。到了第，没有，下午只有三节课，下午只有三节课。到了下午3:40就放学了。耶！快乐哦。我们来看看哦。星期一第一堂历史数学啊啊！你只要任何人都不喜欢吧？没有，你跟你朋友的小孩有什么两样？历史我真的不喜欢哎、欸！你就是爱抬杠的小孩啊！没有，我就真的不喜欢历史啊！体育，体育可以啊。国文，国文可以。音乐、生活科技、健康教育。生活科技要做什么？生活科技会要做什么呢？不知道哎、欸。以前国中会做一些什么网路吗？电脑课吗？啊，是这种啊。我猜啦。哦。生活科技。我还以为会做一些生活实作之类的东西。嗯，不知道。啊，健康教育嘞？健康教育应该就健康教育，这是以前就有的课啊。哦。对吧？哦。星期二，数学第二堂来了。美好新世界，媒是媒体的媒，好新世界试试看电视的事，新世界美好新世界，媒体课程啊，媒体素养，媒体应该是吧，嗯，哎呦，第三节资讯科技，如果资讯科技的话，那么生活科技应该就不会是电脑，它就是比较生活，哎、欸，那为什么叫哎、欸？那生活科技是什么呢？机器人。我很想采访这个小孩哎。在第四节，第四节不是数学，是数学好好玩。骗人。怎样？我觉得这个课名有点在骗人。第五节理化，再来综合家政。家政就是烤蛋黄酥嘛，做饼干啊。缝缝补补。对对对对，就是怎么针啊，平针啊，什么怎么缝啊，扣子要怎么交叉法，扣子缝起来啊，怎么打结啊。嗯。或其实我觉得家政，大家都已经有点太局限，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家政。那现在还要做什么？综合家政其实也可以教一些简单，譬如说折棉被。那个当兵不就可以学了？你当过兵呢？你今天就是抬杠力全开就对了。因为我毕竟星期天跟小孩相处很久。你今天抬杠力全开、欸。然后咧，还有什么？你说综合家政还可以教什么、嗯？其实可以教简单的，譬如说烫衣服。对啊，怎么样收？我觉得连烫衣服都太进阶了，怎么样收拾好你的柜子？哦，对不对？嗯，毕竟在我对面这位40几岁的阿嬷，她这些能力也没有啊。不是啊，再活几年就要走了，我干嘛整理柜子？哎呦，抬杠力全开、啊！那你这49年的人生是怎么活过来的呢？靠妈妈、欸。我就是尽量那个柜子不要溢出来，我不影响到他人就没事了。再来就是国文，好，第星期三。综合童军，童军课现在还有哎、欸，国中的时候，嗯，第二节，台湾走透透，台湾走透透，这是什么？台湾地理吗？感觉这是一个线上课程哎、欸。台湾地理吗？没有啊，他们都有老师哎、欸，就是老师会用线上的，好像不是啊，他的老师跟英文老师同一个，怎么会这样子呢？怎样？怎样啦？怎样啦？而且这个星期三对这个老师的那个 loading 就是蛮奇怪的安排哦，就是他第二节课教完了这一班台湾走透透以后，第三堂课不知道有没有要去其他班啦，他第四堂课又要回到这个班教英语，哼，好，然后所以有国文、英语，然后再来是理化、数学、公民，嗯，星期四，哦，星期四 loading 比较重哦，所以需要马克信箱哦。英文、国文、理化、数学是他们的、哦，好硬，好硬啊！这是他们的上半堂。欸、下午呢是 our neighbor， 我们的邻居哦，而且是英文课名哦 ，our neighbor。对 ，our neighbor 要上什么？应该是乡土的实际探访吧？哈，我想象是这样子啦。我想象的是，就是你要了解，譬如说东南亚国情，譬如说。是这个、哦，印尼、菲律宾，或是泰国，或是日本、韩国 ，our neighbor 啊，不是台湾邻居吗？我想说，就是小学附近，你要实际去走访，看看附近有些什么，你要了解这个乡里等等。那你为什么要用英文？我 I don't know。在抬杠啊！你在抬杠啊！
我就觉得常常那个名字都很怪啊。再来呢，星期四的下午，哎，星期四就是上午非常硬，嗯，下午都是废课，哎，废课过分了吧？班周会废不废？废吧。哦，班周会在星期四哦，我怎么印象以前都好像以为是星期三。再来第七节是社团活动，爽啦。嗯，前面压缩完之后，下面爽啦。嗯、第五，星期五第一节视觉艺术，厉害了吧？美感教育。那我们想想会有美术课嘛？就没有美术。视觉艺术是不是就是美术课啊？如果是不是啊？听起来是蛮像的、啊。接下来是英文，英文完下一堂表演艺术，还有表演呢、啊？那表演艺术老师有跟其他壮老师吗？我来看看哦，会不会就是台湾走透透的那一位呢？还是美好新世界的老师呢？不是，不是健康教育的老师，不是，不是表演艺术是特别老师哦，真的独立的老师，独立的对地理。接下来，综合辅导，综合辅导要辅导什么？我以前有辅导课吗？辅导要辅导什么？自习吧。辅导辅导听起来有点像自习课。然后星期五又是体育，最后一节是国文。怎么觉得体育课有点少啊？体育课超少的、欸，对啊，一个礼拜才两节，少到爆。可是他们可以台湾走透透跟 Our Neighbor。而且这个班级呢，就是对国文老师非常不友善，因为每次体育课完，接下来就是国文，很可怜啊，这个国文老师，可怜可怜。天天说啦，这个生活科技呢，简单来说，以前叫做公益课啦，就是会锯木板嘛，学用那个那当然厉害一点，譬如说，其实你要研究的是什么桥体的构造，桥怎么样造桥，怎么样搭桥，或是运用白努力定律，白努力定律去做木头飞机，用木就是木工嘛，那你可以做出一台飞机来。厉害一点的老师呢，就会教简单的，像是高职那种，你有电路板焊接啊，对吧、啊？就可以教这些东西。如果是非常混的老师，就在课堂上放那个 YouTuber， 放比如说胡子啊，放胡子影片，大家看胡子哦，这堂课。我觉得蛮厉害的啊，纯放有点太过分，然后再带一些实作吧。放完之后带着做就很赞。嗯嗯嗯。是的，一的，これでさよなら。あなたのことが何よりも大切でした。望み通りの終わりじゃなかった。あなたは。どうですか？友達にすら戻れないから私空を見ていました最後くらいまた春めくような綺麗ださよならしましょうそれは水もやら疲れたエーデルワイスクロス見出す耳飾りこんな
たが見据えた未来に私もいたい。鼻先が触れるくらいにあなたを見つめたい。張り裂けるほどの痛みを叫びたいのに、私あなたに恋をした。あなたはと一緒にずっとずっとずっと恋をしていた。言えないでいた言葉交わし合った。笑えるくらい穏やかに、それはひどく竹の触れた後口中を連れてゆくボタンの穴。こんなちぐはぐな舞台はもう閉めたい。なのにエピラセリフが言えなくなったね。あなたを見つめてた。どれだけ生まれ変わろうとも意味がないくらい、どこか導かれるようにあなたと出会いたい。今さら言いたいことなんて一つもないのに、私あなたに恋をした。苦しさと一緒にずっとずっとずっと、あなたの胸、その胸の中、強く引き合う引力でありふれていた。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请说。Our neighbors， 你好，我们来认识一下 our neighbors。Malaysia 国一的课程，我们刚刚听完了，台湾的国二嘛，七年级、八年级，那其实听起来虽然有一些课程名称比较 fancy 一些，但好像没有差太多啦，本质还是差不多，大同小异。就是我们大概可以猜到是在讲什么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邻居啊，马来西亚的国一，他们呢是九点才上第一堂，然后呢一二堂中间大部分都是连续的，没有不会断掉这样子，所以九点到九点四十，四十分钟一堂，第二堂课变四十五分钟，中间是没有休息的，接下来的 break 很少，十点二十到十点半，十分钟的 break， 然后开始三四五堂，所以呢他们会上到十二点四十才放饭，下午呢一样只有三堂课，中间也是没有休息的。那他们休息时间真的要很认真的上厕所？没有，对，跟吃东西耶。对，他们基本上没有下课的课程。星期一第一堂，在一二没有休息嘛，所以一二大部分会连在一起。生物课休息完以后，三四化学，五数学。妈妈，我礼拜一肚子痛，哇！休息午餐之后，上两堂的马来文，其实就是国语啊。哦，我以为麻将。国语，国语，国语。最后一堂呢，两点半到三点，这半个小时是 tutor， 就是等于算是自习或是复习课吧。星期二两堂英文休息，
数学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物理，很硬啊。午餐之后二外，就是你的第二外语，选的看你要选的是中文，就 Mandarin 或是 French、或是法文，两堂。接下来半个小时的生物，半个小时的生物就是最后一堂课、生物就应该是生物的实习课啊。如果是以大学的想法来设计的话、就是那一堂应该是生物实习课。接下来星期三 PSHE 我特别去查一下，就是跟体育 social 社会学跟健康相关的教育、再来是 Asian Studies，我猜是 Malaysian Studies 啊，就是马来西亚文化。第三堂艺术，第四堂英文，第五堂二外，就是你看你选中文还是。礼拜三是最开心的，我终于活过来了。中文还是法文。再来呢，午餐过后，下午第一堂是 Moral and Islamic Studies， 就是看你要选道德学、还是选伊斯兰文化这样子，伊斯兰研究。再来数学、化学，好硬的课程啊！星期四，马来文，我们才过到星期四。体育课，终于体育课了，终于有一堂体育课。再来又是第二外语，英文、数学，还有 GP。GP 是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哎、欸，我在猜会不会是 Gossip。Gossip what？ Gossip 的 P 是。Gossip politics 啊，就未来你想当名嘴，我们从国中开始训练你。每个人都有意见，每个人都可以聊政治，每个人都可以喷。对，您的 G 开头，您觉得会是 geometrics progression？ 练习写程式的，我猜会不会是这个、我猜。再来又是物理两堂。是，因为我太害怕这个，所以我很。你念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还是他们的物理化学真的很多啊，蛮多的。因为像我们刚刚听那个国中，我们自己的国中的课表，我们是缩减成理化嘛、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它的物理跟化学，就马来西亚是分开来的，而且是蛮重的，对啊，化学课跟物理课都蛮重的。我们这礼拜还没过完吗？还没，剩下就到了星期五。那星期五呢，只要上半天，耶、yeah.。所以你要提早来学校，你八点上课，没有，但八点其实跟台湾也是一样的啦，对啊，因为平常一到四是九点上课啊，这比较正常一点。八点一开始是数学课，然后再来是 PA， 可是我不知道 PA 是什么东西、欸，应该是不可能是音响工程的吧？我想应该是、大哥。然后是 Assemble E， 但我不知道这个 Assemble E 是什么东西，是。Assemble electronics 吗？就是教你组装的电子学吗？所以我不知道。然后再来又是马来文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然后英文，最后又是 GP。然后回家了，回家了。对，回家了。二人で一生や何生でも